来，各位，所以你们现在就去逛街，没有时间限制，好好斟酌选出来那一个。在我这一生中，因为我住在台南19年的时间，所以我对这里的食物充满了浓浓的感情。浓浓的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太重要，非本地人来讲有一点难了。四个买四根，四个，因为他们东西很小，带回来，带回来哈。好，对，准备去了，你们。这边比较有名的，然后你们去评估好不好？这边有那个虾饼，豆花虾饼，然后虾卷，虾卷，然后那个豆花，豆花，蚵卷，它会，蚵卷就是要，我觉得就是要买那个蚵嗲，蚵嗲，我们先放入名单里面，我们先放入，先想一个，先想一个，哇 ，surprise， 好 ，OK。你跟宪哥在一起那么久，我觉得你也找一个你自己在这边最爱的，你自己这边我最爱的就是虾卷。那我觉得要不要就赌一个虾卷？可是我上次吃看那个宪哥，好像宪哥没有很爱虾卷。哦，是哦，宪哥这个科卷还比较爱。对对对，是真的，是花类他比较爱，是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就这样，我有跟他们一对，因为我跟达哥，我跟达达都同一对。对，我们至少买四样都要中。OK， 好，哇，压力好大。这样，如果我们四样都有一样没中，我们自己内心就算输了。我们这个数字没有买到，你正负一，我们都算输啊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们有这样的想法非常好。至少要在前八名。对，小董，你可以给我一个4号球吗？翻给刀哥。对，不要，我就3号。好，你就3号，所以就3号，就3号，我永远的3号。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。蜜饯，对不对？哦，蜜饯，那个里面有一间那个百年蜜饯，它开了100年，100多年了。蜜饯，对，这边蜜饯很有名，这边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虾饼。对，每一层面很不错，因为它台湾走过。对啊，外景还算，对啊，外景还算有走一遭，走一遭，你都已经很多一圈了吧？可是你跟宪哥比较好啊，就还是需要你的一些 information。宪哥好，跟宪哥好没有用啊。不会啊，跟宪哥很多东西都放在心里了，他们还不知道还是。北糖贵一个，白糖的。我跟你说。来喽，宪哥超爱这个状元桂，宪哥每次看到都会买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因为这个状元桂在这边都是很好吃的，没有错。可是不是说大家会去专门来安平吃。但是宪哥是台南人，而且这种是以前就有的东西，所以他一定是会对他有回忆。对，但是问题是马老饼，对不对？这种饼呢？我想这边真的很多这种东西，可是我就是担心红桂不会把它放在那几个里面。哦，确实。但是状元糕是有机会。碰面呢？碰面没，应该没有。碰面，谢谢。我觉得真的很难呢，难怪要买到4样。对。因为我在想，老一点的人，前辈们应该会想吃更老的吧？老前辈，大前辈，大前辈，大前辈，讲到是老还是大？大前辈。我们在讲宪哥嘛，对不对？老板，这叫是什么？谢谢，这个可以给木木吃吗？哇，现在要靠木木才可以。对，牛给小木木。哇，牛舌饼。好，没有木木来，下次我带我老婆跟小孩一起来这边，好，跟你买一下。你要再加油哦。谢谢。睡啦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！代表他是玩粉，加油！他真的是我的粉哦，因为他是他没关系啊，现在不讲出昆达两个名字，对，害羞了。老板娘，谢谢你，干虾，干虾啦！你又给他糖，你又给他糖会吗？对，小心哦。这个就启动一下啊。要买的。要不要了？你这样来回，你已经。我跟你说，我先跟你讲，宪哥看每次看到状元桂都会买。对啊，买了。多少？100。100。不用袋子，来给我就好了，谢谢。哇，好烫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哇，好香哦，这个我也好想吃哦。来哦。好，第二样。不好意思哎。谢谢。哇。哎，他今天真的是
桃花很旺，桃花很强。我跟你讲，我如果真的演艺圈不要我，我就来台南。哎，真的，我讲真的，有饭吃。我来摆地摊，你在这里的市场很大很大。我就是仅限安平老街。阿杂豆花在哪里？周氏豆花。哦，几年？哦，才几年？它是丙子年创立哦，有够老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想要一个什么豆花？冰冰的，会有豆花跟白豆花都哇，会有杨桃的口味吗？没有，杨桃，嗯，没有。杨桃干那个是化冰哦，化冰这边有吗？这边有蜜饯冰，蜜饯冰，蜜饯冰有杨桃啊。那你这边有卖吗？有啊，哦。因为刚刚宪哥是想吃那个叉冰，他是想要吃杨桃叉冰。嗯，你觉得叉冰好还是要豆花好？我觉得叉冰好，因为刚刚宪哥有提想要那个杨桃蜜饯叉冰，杨桃很少人做，嗯，因为这个都是长辈他们在做，几乎长辈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最高分，耶耶。有没有？刚刚有没有讲？讲好久都有没有讲？宪哥，他们很了解你耶。对，宪哥没有很爱虾卷。哦，是哦，宪哥这个科卷才比较爱。对对对，是真的。剩下五个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七分的也没有人。好。只能这样吧。我们刚刚鸡捧，刚刚把它吃掉了。我们吃掉它。两位，这个番薯碰。番薯碰差一点放到十分的啊！我就跟你讲，我理的哦，哟，啊也不带回来给我吃一下，我有一个半根番薯碰，还看他吃，要吃另外一半，你一定要吃另外一半，哎呦，哦，可以，这样吃哦，这样吃哦，给一半，给一半，给一半，三点五分，你们猜这一个。猜中的话，额外多加一分。大哥猜，我相信他，我相信他，相信他。啊，你讲，不要我讲，每次我讲都是我不要，你讲，我不要，你讲啊，我不要，不一定你们买。这个讲了，讲出来，先生我们要讲了，大哥要讲了。白糖贵，白糖贵，白糖贵，来嘞。杨桃刨冰，什么？杨桃刨冰。你知道宪哥很爱吃杨桃，因为他今天刚刚跟我们讲的，对，说的话我都有听进去了。真的是杨桃刨冰吗？先打开，杨桃是接下来用研发就密，都快化掉了。我们送分给你。哦，怎么是你杀的？哎呦，哦，杨桃的可爱小脸。通常宪哥完了，通常宪哥这么浮夸，就是不是他。好，加分，加一个。对啊，加你们有买的。刀哥，怎么样？北糖贵，白糖贵，北糖贵，北糖贵。对，喂，北糖贵。我们有买了。杨桃，双冰。看不到。三位帅哥对，谢谢。我们第二名，第三名，不好意思，好。哎，不是，谢谢，一千哦，一千哦。